开不到对面怎么办？根本开不到对面，有些地方要去，有些的来不及。越不了，那我把药吃了干嘛？这么大爷肯定来下路，不来吗？我们稳一下吧。这么大爷肯定来下路，不来。OK。你可以加速了。哦，他多吃了一个眼的钱。我说他怎么升级这么快？能杀吗？会死吗？死不了，但也没办法了。现在越来越菜了，我觉得。我操，我的炮车没了。你要补炮车的吧？要补炮车你就得死。啊？我给他飞走了，我那下都要 A 出来了，给他飞走了，应该是我自己没 A 到他了，感觉已经 A 到他了，这推了月了吧。谁来？强纳来，强纳不准来抢。感觉我攻速好慢。谁来了？怎么办？我想吃这个炮车，这个炮车会死吗？要不直接走了吧？这炮车好像不会。你升六级啊？哦，可惜，给亿吧，我操！合作愉快。多么完美的配合呀！没死，还是死，都全掉了，暴击。
再慢慢退化，不可以。没蓝了。跑这么快吗？上面走吧。没想到他们E没了。说了叫你们去，你又不去。他应该去这边了吧，估计是去这边了。去个斧头。